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，我相信大家都向往舞台，我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这个人就可以上台跳舞。我们不知道跳什么舞的时候，我们用我们的头写一个字，啊，音乐，还可以写自己名字，杨迪。 这也叫才艺啊！这叫才艺吗？杨迪，你赢了。以后不会跳舞的就写自己的名字，用头写。来，哲远来一个。哲远 ，solo 一个，用头写自己的名字，我带你，跟我一起写陈哲远。音乐，来吧。 泽远，你好歹是个爱豆啊！爱豆啊！没关系，真逗。好的，那还有谁要竞选队长的？走，华晨宇的华怎么写？疯了。 这到哪个字了？几个点啊？几个点啊？雨。